龄一点的，哎，熟女的大朋友，不要讲熟女，要讲小姐。对对对，一说熟女，他们每个都好开心的，美魔女都在台上啦、啊。你讲熟女，他们可以接受，我不能讲熟女。哦，真的。说美丽的小姐们，真的真的，连 pose 都摆好了。这个是我们鹿满社区发展协会、是对所派出来的强棒。是的，对，他们也非常支持我们这次的活动啊、哦。是的，听说他们还等会跳完以后还要赶回去。夏天龙忙，所以昨天一直跟我强调说拜托拜托让我们早点表演。所以他们平常就是穿这么漂亮去夏天龙忙吗？那当然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穿这么漂亮？不好意思，你卡哈酷一下嘛，这样 pose 较久，这样翕相较多啦，这样好不好？没办啦齁，怎么可能穿这样去夏天工作？不太可能哦，不可能，对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等会还要回去换妆，真的。他会录我们的节目，他等会他可能不会卸妆啊，就直接化妆就直接夏天。哇，所以为了今天的这个暖场节目，真的是这个从这个很多社区啊，很多学校都来为我们这样子做一个祝福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，没有地方上的支持，我们的活动是没有办法圆满成功的。是的，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赶快来介绍他们要为我们表演什么呢？是我们鹿满社区今天要带来的是客家舞蹈的表演、啊。是。他的客家舞蹈是四季花开望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鹿满社区发展协会带来这首客家舞蹈。